好，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要说一二三，我就一二三。对，右边的比较快。左边是什么？左边是九。哦 ，S 五，那这边再来一次。来，那我们另外一个是相机。这边是左边是，碰一下。S 五。好。这里是我们的快速焦点，就是秒速焦点里面。好，对，有比较快。它就是可以。